我觉得能够辛苦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就是我觉得，发唱片的人，很多，然后大家也都希望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去到很多的地方，让更多人可以听到自己的音乐。我觉得辛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今天怎么那么好？就是来煮这个米粉，请大家吃。因为发片一个月以来，我觉得受到大家的照顾，我觉得很开心，所以我今天希望在这个特别日子，然后可以亲手煮菜，然后给大家吃，然后我的家乡菜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，也谢谢大家。所以本身是新红男人，很会煮菜如果跟我爸比起来的话，我觉得还逊色很多，但我会朝向他目标努力的。没事，你觉得有满意吗？他的手艺？非常的满意。对，我觉得很久没有吃到一个男生做的东西，那我觉得男人会做菜是一个魅力非常非常的加分。可是他刚才这样喂你，你满意吗？喂食的部分我更满意，因为这代表说他就是最近应该是比较久没有那种到，那该怎么说？没有，因为平常喂食的时候不会旁边有这么多人就是在观哦，看，有所以没有？平常不是这样喂食算吗？不会那啊，会更亲那密是喂吗？食秀。哦，OK，但很满意啦，我会觉得说就很可爱，就是感觉他有点小害羞，对，那就觉得说也很久没有被人家喂食，蛮幸福的，真的所以吗？新娘，你有在害羞吗？还是根本其实也没有？其实有啦。是多久没有喂女孩子这样亲密？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喂啦，所以也。你知道会还是会有一点点，对啊，害羞。那平常也有下厨的习惯吗？我平常自己吃的比较清淡，然后因为自己一个人嘛，所以我会比较以简单为主，比较我大部分都是用水煮的，或是用清炒的，对啊，所以如果你要吃好吃，要我煮很好吃，或是很说什么意大利式啊，或是什么的话，我可能煮不出来。